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威之群4022老年代步车。威之群4022老年代步车是威之群公司推出的中型四轮代步车，整车线条感强，造型美观。威之群4022配备35安时大容量电池，可续航25公里左右，重心设计较低，采用10英寸充气加宽轮胎，避免侧翻的发生。配备英国 PG 牌的进口智能控制器，车子承重达120公斤，时速可达每小时10公里左右。威之群4022采用智能电磁自动刹车，结合400瓦大功率差速电机，12度坡轻松越过，达到上坡不溜坡、下坡不俯冲的驾驶效果，轻松过大桥和进出地下车库。液晶电量表能够准确地显示剩余电量的多少，能自动显示整车电路系统的运行情况，免去了中途没电的烦恼。威之群4022采用汽车级加厚仿皮质座椅，柔软舒适，长途骑行也不累。座椅可360度旋转，方便上下车。扶手宽度、仰度可自行调节，根据您的身体调节到合适的位置。特有的导轨设计可以让座位前后移动，前扶手可以向前向后调节。代步车整体人性化设计，使您可以达到一个舒适的角度和坐姿。威之群4022配备了 LED 照明灯、前后行驶信号灯、警示灯、反光镜以及前后双保险杠，采用大配置小车身的小巧设计，可方便地进入小区电梯、商场、超市等生活场所，可以满足逛街、购物、外出活动、走亲访友等大部分需求，对增加老人活动场所、提高老人融入社会程度、改善老人生活质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威之群4022采用拨杆式操作，右手拉拨杆为前进，左手拉拨杆为倒车，遇到紧急情况时手指松开拨杆，车子就会停止，操作异常简单。龙头拉手符合人体力学设计，操作轻松，十分省力，老人容易上手操作，运行稳定，驾驶安全，方便老人出行，更安全更放心。威之群电动代步车是老年人户外出行代步的理想车辆，产品性能稳定，整车设计参照国家标准进行，电动出行是新型的老年代步工具，选择威之群4022老年代步车，让它陪伴您的父母安全出行。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的护理伴侣是我们的义务，改变生活，超越未来，是我们企业存在并发展的价值观。威之群始终坚持专业与品质完美的理念，执着高品质低价位的战略目标，选择威之群代步车，我们努力做到让您100%满意。